繼續唱喺自己地方。咁啊，嚟緊咧呢首歌咧，其實keep 住咧，即係上次做咗一隻幾個月兩年前啦，咁所以其實而家都做緊新嘅嘢嘅。咁但係咧都講咗好耐啦，咁嚟緊真係會錄啦。呢首歌其實都翻我唱過幾次，即係成日都話錄，跟住錄到而家都未錄。咁啊，嚟緊呢首歌咧叫《如果我是一首歌》，咁啊，其實我幾中意嘅一首歌，即係自己寫完幾中意啦，有啲自戀。咁啊，但係呢首歌其實個歌詞係嚟自好耐以前十年前，佢喺page 度寫嘅一啲字嚟嘅。咁佢最後佢都有出咗一首《如果是一首歌》。咁所以大家成日上網揾《如果是一首歌》，就會揾到好多同歌名、同歌詞，但又唔同曲嘅嘢。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幾有趣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如果有聽過《如果是一首歌》，都可以聽下我呢個版。想起想忘记的人，让过去温柔无情的拥抱你，我会陪你走到睡前，叫你起床，你可以把所有情绪释放。如果我是一首歌，你就不用在面前为将唱好。我是那首爱你的歌，
Thank you。係啦，咁啊，如果大家想聽一下呢首歌嘅製成品咧，咁啊，記住 like 我 page 啦，或者 follow 我 IG 啦，咁啊，真係整啲嘢，搶下出嚟，咁啊。